后面怎么那么慢呢？各位友友们，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无人驾驶哦。这就是无人驾驶啊，无人驾驶，不用操作的啊。哇，看这个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断桥啊？过桥喽！哎呦，呦呦，那边吓人，好高哦！哇，那边变陡，小变陡哦！哇！花生哥哥，我们这个，这里是断桥，断桥肯定是有一段历史或者故事。嘉义县新港乡板头社区百年复兴铁桥横跨北港溪，是台湾早期运输甘蔗的铁桥，全长870公尺，铁桥绕弯曲度之大，是云嘉一带最具桥梁工艺美学的杰作，曾对地方交通扮演重要角色的台塘嘉北线五分载铁道，在民国71年停驶，但在地方居民努力下，现被列为历史古迹与怀旧的观光景点。
据史料记载，鄂云林嘉义两县交界北港西咽喉的新港乡，前身为古笨港，是300多年前严思齐率众登陆的地点，也是清朝初年船只往来两岸的重要口岸。日据时代，日本大量种植甘蔗，为了运输，嘉北线五分载铁道于西元1910年起行驶嘉义北港间。其中横跨北港西的复兴铁桥是当年最具建筑特色的铁桥之一，但在台塘停驶之后，复兴铁桥从民国92年起陆续出现桥墩倒塌，台塘本来要报废并拆除，但在地方文史工作者的争取之下，获得文建会补助经费，终于修复再利用。那到了921大地震和1999年大地震呢，其实这边又有一些段落下来的。我们那边有 那边有一群，刚刚我们在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一群，在九一大地震的时候，本来是有4只，4只伫立在那个地方，后来又断了一只。它是全砖垒上去的，用糯米，用糯米沿着这个砖，对，然后再用铁，啊，不，也看到，那个叫哪位？快提升一个人，提升很多。遍地是芒果，随手一摘就是一个芒果。芒果。这边其实土还比较多一点，但还好。小辣椒吗？哇，朝天辣，加米加。木瓜、芭蕉、西瓜，西瓜就这样随便乱扔的。没有这个，啊，已经准备发车了。南曼光下去左转啊，南曼光。在前面去下去左转。南曼光。下去左转，南曼光。我们上车了，哎呀。来不及了。他都已经上车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没有电，还没有快电。慢慢来，不能放掉哦。现在是上坡，不能放掉哦。转转，那个没有放上，没有放到底。这边来有了，转。哎。打上德曼大桥。我看不见，这个帽子吹掉了。帽子来到了瑞哥的脚下。真是崇拜啊！啊，毕竟是当过兵的，不一样的这个反应的，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要拿着手机，我明知道这顶帽子好像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，但是我没办法去拿，因为两个手捧着手机啊。要问各位友友，哎呀，你跟我说要我把你把帽子摘下来，哎，我应该说站起是我的帽子。刚才龙哥是穿着雨衣的，感觉穿着雨衣特别暖和。为啥呢？因为有山风啊，这个山风很大很大。哦，现在把雨衣脱掉了，我反而感觉有点凉。对呀，我们现在时速120公里哦，各位友友。对，现在是120公里哦。哦，这个如果快到目的地的话，我们两个都成冰棍了。雪人，冰夸张吗？这是冰渣渣，顶上是冰渣渣，我们踩呀踩呀踩呀，踩单车呀。
很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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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天哪，越来越近了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滴滴，滴滴，我们停下了。哎，前面嘛开得太慢，后面嘛也慢，我们夹在当中。后面来了。啊，都。后面没见到呀，后面没有车呀，哪里有啊？哎呦，好辛苦啊，好辛苦啊！哎呀，有电不用，猪头山啊！哎呀，这个车还好累哦。这是什么树吗？哎，槟榔树，好直啊！真的好直啊！呜呼！欢迎光临到我们的屋。滴滴，滴滴，呜呼！我要飞回来。我要飞得更高，四个人一起唱，哇！你们太有才了，四个人一起唱。他们那个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握到底，你知道吗？开始进入侏罗纪的时代。啊呜！啊呜！啊，豁然开朗了，我们终于逃出了魔窟啊。重见光明了。重见光明了。哎，我们这个进站了。对啊，回来咯。哎呀，冻死我啦！我的手麻啦！对呀，我的屁股麻啦！好了，各位也要我们体验火车完毕啊，做一个汇报啊！感谢瑞哥带我们过来玩，太好玩啦！欢迎客，来，看他怎么掉头的。好了，上好，谢谢。前面就掉头了，走了。好的，那我怎么解开？这膝盖今天不太好。咱们要拍拍你什么掉头？谢谢。啊，已经掉了吗？啊，这个还没掉。全部到了，我好打电话给我，就拍出来下来。
给他看看怎么掉头。怎么掉头？小伙子原地掉头。嗯。到了，到了。一转。同志们，我们要掉了！哎呦！起来了，千斤顶顶起来了。然后随便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拉过来。一三百六十度。咦，厉害了！哇，一个个这样掉，好蛮累的。对，蛮重的。好，就这么。然后再坐上来。对，好了，我们不看了，就这样了。后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然后赶紧走吧。那千万不要打喷嚏。好了，我们上车。哎，一个下午就这么愉快的过去了。六哥说要保存好哦，我的脚印哦。都有挺多人的。对，周末的话，节假日的话不得了了。对啊，放假是超级难的。现在能停车的地方也不多。大家累不累？不累，不累，在骑车。山风吹得好爽。空气好好。龙哥的帽子找到了。被神奇的那一脚踩到了，那就是瑞哥。好了，我们那个，魏军要看瑞哥去哪里。不是，我们这期就体验小火车。对呀、嘉义体验小火车。不是嘉义啊，不是苗栗啊，苗栗、苗栗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小城故事里的苗栗县顺义。三义，哎呦，这个瑞哥气死了！我带你们玩到最后，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下车尿尿，上车睡觉，下车拍照，不知道。那回到家什么都不知道，对，只能通过照片和视频来回忆。还有一个那个陈哥的地图，陈哥的地图，提起我们的回忆。好了，结束视频，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。我是龙哥，是小瑞，还有一位呢，我是瑞哥。瑞哥，好，感谢关注六零后大阪慢生活，下一期不见不散喽。拜拜，拜拜，真的要说拜拜了。我们时光隧道又穿回来了。对对对对，时光隧道又回到了现代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休息一下。